签我们的驾驶合约。二十岁的老公公和一来喽，我要来送。治疗师
也持续地带给民众满满的爱与希望。这天，是一位守护者撞见了正被路人欺负的小克，见义勇为的他出动拿手的防御法术。没想到此举却招来了更多捣蛋鬼。快快，请你将本来学校慌忙中召唤出了小克一家人。无比强大的守护者，齐心击退捣蛋鬼人。在圣盾守护者的帮助下，小克一家团聚，更对骑士之城施予守护罩，阻挡捣蛋鬼人的再次入侵。元素探险者接获了最新任务，要带着小克一家人安全到家。旅途刚开始就遇到被